邱淑贞1987年参选香港小姐，期间因被曝曾整容而退出比赛。后来在王晶的安排下，她放弃了清纯少女形象，在电影《赤裸羔羊》中奉献出了让人瞠目结舌的演出，成为香港演艺圈的当红明星。1999年，邱淑贞嫁给富商沈家伟，婚后生下三个女儿沈月、沈日和沈晨，自此彻底退出娱乐圈。如今他们的三个女儿都已经长大了，大女儿沈月继承了妈妈的好基因，被称为最美星二代。二女儿沈日皮肤白皙，五官精致，正在读书。小女儿沈晨乖巧可爱，一家人幸福美满。之前一组邱淑贞大女儿的近照曝光，照片中的沈月一头长长的秀发，妆容精致，笑容甜美，颜值颇高，不输年轻时的妈妈。